哎，好，我是王小。今天早上起来啊，早上起来到那个放篮子去，到地笼去。2天没到了，看看有多少鱼，给倒出来。现在5点来钟，地里呢，现在瞅着，这早上起来有露水，看着这把叉。放的全是水，全是露水。今天是好天呐，天上真足啊！啊，这家是阳光。这翅膀有点嫩啊，泥呀、啊！这池子原先是鱼池，是网虫的叫西沟子，这池子原先养鱼了，后边就分给个人了，分给老百姓了，一家一块种地了。然后下这个下地笼这个沟子就是排水的。看有没有鱼啊、哦？没鱼，鱼少咱就挪地方去。有点啊，不是很多了。这是鱼杂呀，老头、山蓬的鱼肉子、菊花子。哎呀，这玩意儿，这毒也克了，啊！这刀大窟窿，我才整明白啥呀？他想招巧了。小刀的，没事没事。没鱼了，这里边。到这点吧，每回一个赌到的，比这都多。这梗上晾着啊，晾干了挪地方，这家太湿了，真沉呐，拽出来再吹的。回家吧，今天没多少收获了。哎，那桥给整没了，待会儿再给它下下来，看挪地方了，让桥看不着的，挪深点的就会。往回走，我刚好拿了。朋友们，这地笼是什么原理进鱼啊？这个四方的一个口嘛，这是一个盖儿，顶上是这个盖儿，看看着，贴这个眼儿，这底下这个面都有眼儿的，带倒序的哈。上面这玩意儿开口这块儿，这不粗吗？越往里越细了，进去鱼。它往宽地走，带尖的地它不进，它不往出出，它没地去了就往这里来了，就往这堵里进了，堵里头也是带刀序的，一直进到这块儿。进完了这家桥，刀大窟窿全吃走了。啊，为什么我说这家桥吃了啊？我发现一块桥粪上。在这个坝梗上，那吃完了蹲坝梗就撑着呀，撑出屎来了。在这拉一波跑的，来回家。